啦啦啦啦啦，之後點咧？哒啦啦啦啦。可唔可以將嗰啲咧三連音唔好拉得咁輕描淡寫咧？唉，三連音，三連音，好。如果你太，我知道我剛才太大聲，你可不可以試下用一種講故事 的音色 的 phrasing 去拉這一段呢？不是三連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，之後怎麼呢？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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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聽到其實它是有個方向，它會是去緊一個音那裡的。試多一次。